我哪会用走来吃？你这个人的个性，就是太过认真，对家己太严格啦。我惊讲哦，你会参像像你安尼病甲太暗，早暗哦，你会断断气啦，都袂袂用的啦。行，要去倒位？我带你来去一个所在，把你的负能量哦拢排掉，安尼哦，你就会较欢喜啊啦。我这条树林若是搁白甲想欢，得要转去，敢会当带我出来行行？我若是会当亲像今日安尼，大家拢这么欢喜，我就袂搁甲家己白甲这么暗。好啊，无问题。安尼从即马开始哦，我会想出365种方法，互你大家拢欢喜。迄个时阵，我应该就撒掉牙房啊。迄个时阵。我应该已经对田母有好感嘛？迄个时阵的感情，就单纯。迄个时阵，我单纯敢若想要对心内的查某人好。那是会当回去迄个时阵，唔知有偌好。阿母，田母啊，伫恁定情的所在咧等你啦，有话要甲你讲。啊你哦，免打电话听我啦，见面你就知影。亚芳在恁定情的所在等你，有话要甲你讲，你免靠亚芳，见面就知影。哎，你哪会知影少年人定情的所在？哦，这我哪会知啦。哎，不过告诉因两个，若是真正有感情，一定会知影讲因较早定情的所在啊。哦，你真正真巧。亚芳主动约我，哪会阁看无人啦？这无亲像伊啊。好啊，讲亚芳是要跟我讲什么绝情的话？哎，唔敢直接跟我讲，才会叫他们通知我。天公伯啊，天公伯啊，拜托你，给我甲亚芳一摆重新开始的机会，拜托，拜托。喂，吴老师，你讲顺序安怎？恁爸爸已经挂过去啊！好好好，我随过。亚芳，你要到位了无？啊，你不是讲有话要跟我讲？我今晚要去找全全，还有郑楠，以后才讲讲。你好好去用泡，啊有安怎无啦？有受伤无？哈？妈，你讲唔对啊！唔是全全和同学拍，是全全去拍同学。我家在同学无受伤。张家全，你想超过啊？你我去啊！大公，现在对人动手。公，你好好的时阵，你不爱讲。等来找你，赶快无爱讲。好啊，
你就继续去调调，我陪你。你若是不爱讲，就唔免食饭嘛，唔免困啊。哎呦，哪有人爱怀囡仔免困的啦？安尼要爱大汉，啊，全全即摆长咧大，对不？来，你甲阿妈讲，吼，是唔是对方欺负你？无这个个性啊，你无可能去欺负人啊！你甲阿妈讲。因为同学讲，我爸爸是爱情大骗子，全国拢知影。讲我是伊的囡仔，一定嘛是较歹囡仔。伊唔但骂我，佮讲要让全班拢知影，叫因拢过来找我，我就生气，才甲伊送的。我无想要伫学校讲，是我无想要连老师拢奇怪眼光看我。你看。就是洪基友，唔只系安尼啦。哎呦，这话来讲个真歹听啦。迄比怕人吼，佫较欺负人，你知无？圈圈，你一定是忍袂过才安尼做的，对无？张家全，你迄个同学一看就知影是讨厌鬼，你免查伊啊。为滴，我佫无要紧。我有要紧。我就是看袂过我张家全伫下好好人乌白讲，你莫找理由啦！啊，别人凊彩讲讲，你就动手啊？那恁以后大汉出社会是要怎？别人会讲搁较侪歹听话来骂你，你想要拍啦？请你侪人你敢拍会完？好啦，我就代念你是头一届犯，今日我就袂处罚你。啊！不过你即摆回去房间好好反省。我去陪。你是莫感冒，伊即摆生活恁真艰苦。袂啦，我会甲伊 man talk。恁是莫理解，我会好好甲伊讲。国中生呢，啊，讲话来讲到这歹听，唉，这真正不是全全咱唔对呢吼。我知影，所以我嘛出怀疑。全全这个囡仔真正就把代志，你看我甲郑南为冤家到离婚，伊一路安尼陪我。在我上艰苦的时阵，佫安慰我，所以我一直唔知影伊有承受这么大压力。我且妈妈，我都无发现是我失职。这真正唔是你也唔对，啊，全全这囡仔本来就是体贴啊，真大心，唉，尽着力啦。啊，对别人拢安尼笑面啊笑面。啊，家己目屎咧不来吞，这囡仔吼，真叫人上甘的。你还阁细汉，原本就无应该承受这么大的痛苦，还阁压力，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。我会甲郑南看是要怎好好处理，去甲伊好好开化一下。唉，迄婚姻若是无处理吼，影响上大。啊，哎，嘿，对啦，迄啰，你今日去学校是一个人去处理全全的代志哦？对啊，安怎样？你欲无甲天文见着面？天奈知影我原本要甲天文见面。伊都等袂着你，啊，就卡来问我呀。伊啥时候来问我？煞来问你。啊，我恁老母的，啊，伊问我有啥唔对啦？啊，我要煮饭转来，你无富用哦，卡着要讲讲一下。实在就歹势，其实我一出去旅游啊，我保证明仔载一定会甲你同学回信的。就是我拄仔讲的，我实在唔甘你啊！我只
听着因讲的话，我一百岁就起来了。啊，你听着因讲的话，敢袂生气？会啊，不过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爸爸，你较早外遇的时阵，新闻闹到这么大，我去学校，同学拢会甲我笑，我早就惯习。是袂啦，因为爸爸的唔对，害你受气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我知影你去尽力去弥补，我已经无生气啊。我即马烦恼的是妈妈，伊甲天叔叔分手已经无好过啊，佫要烦恼我。啊，唔是，是烦恼你。你妈妈甲秋天分手？你真正唔知影？什么时阵的代志？我嘛唔是真清楚呢。是我去找天叔叔时阵，伊甲我讲的。我嘛唔是真了解天叔叔的意思。伊讲，爸爸你才是上适合妈妈的。啊？是不是你做什么代志，我秋天误会，我阁想要甲你妈妈就回来？我才无嘞！我甲天叔叔拍球的时阵，我拢鼓励伊去追着妈妈啊。王国胜，啊，恁爸仔兄啊，即摆是讲了安怎？阿妈安顿，你要煮好啊，先去食。Hello， 恁两个若是想要打 pass， 嘛稍尊重一下，我着徛伫个遮，我是看了清清楚楚的哦。亚芳，阿妈煮的菜足好食的，你敢卖找一天约天恩过来做伙食饭，安尼你欢喜，阿天恩嘛会欢喜。你哪会形容讲着伊？啊，妈妈，啊，你甲天恩叔叔分手，哪会拢无甲我讲？是因为我的问题吗？你，张正南，是你甲全全讲的对无？敢袂用讲，全全嘛有权利知影这个代志啊！啊，大人感情的代志，你牵连着囡仔要创啥？你看啦，你即马害全全，你为个是伊造成的。全全，你莫怪家己，这是妈妈家己的决定，甲你无关系。啊，不过你为虾米甲天叔叔分手？囡仔人唔免管这啦。张正南，我警告你哦，不准搁甲全全偷人甜味的代志。迄个秋天啊，敢不真正遮尔好？我是恁爸爸，我是祝你爱爱你一世人。啊，不过我唔知影迄个秋天啊，敢有法度甲我讲话爱你。爸爸，那照你安尼讲，妈咪就永远袂用交男朋友，啊，一世人孤孤单单，无人陪伴。你知影我唔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是为着你甲你妈妈的幸福设想，才会想这多。爸爸，你干哪要考虑的这件代志？天恩叔叔是不是对妈妈好？我伫陪伴妈妈，我上清楚啊。妈妈甲你离婚了后，一直拢过了无欢喜，一直到拄到天恩叔叔，伊才开始有笑容。我相信天恩叔叔若是爱妈妈，伊都会爱我，因为天恩叔叔绝对无希望和妈妈无欢喜的。哦，全全，我予你说服啊呢，你愈来愈有做爸爸的份啊。